今天喝努瓦咖啡，这家第一次买，最近沉迷今日大牌，哪家有活动点哪家，不喜欢暴力拆袋，每次都用起电器。选的半熟芝士拿铁，听名字感觉不错，优雅的开盖准备喝一口，但是外卖为了防漏里面还有一张纸盖，点星巴克和瑞幸外卖都没有的呀，不装优雅了，直接这么来一口。第一口热饮觉得一般，但是后来放凉后咖啡的香味上来了，还不错哦。今天午饭吃马记永兰州牛肉面，一直觉得他们家店名拗口，容易错记成马永记，点的是酸菜牛腱子兰州牛肉面，没想到酸菜是这样现成的预制包。我吃牛肉面不爱加醋，喜欢原汁原味的汤，香菜和蒜苗给的量很足，统统倒进去，牛肉汤和酸菜也倒进去，把底下的面条弄散一些。想起来辣子还没放，他们家用的牛腱肉纹路很美丽，有没有？全部搞定，我要开动了。先来片牛肉，这片还是半斤半肉的，拉面的粗细刚刚好，而且一点也没有脱掉。牛肉汤也够味，我个人口味觉得这家比沉香贵好吃，小可爱们有机会可以尝尝。本期就到这里，拜拜。